家都在玩大风吹，但是什么是人肉大风吹呢？哎呦，每一个都是健美先生，陆战队健儿啊！哎呦，全新的人肉大风吹，这次不用抢座位，抢人座怕了吧？你绝对要相信以下的画面：胡瓜闭门苦修的花式钢琴秀今日首度曝光。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，但是学琴的胡瓜会变得怪怪的哦。刘若英的情歌唱得很另类哦，很爱很爱你，真的吗？你的心中埋下的阿年阿伟，求时间乘坐你，不太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念成歌词。今天的小鬼当家有最年轻的金门王李炳辉，你几岁？65岁。那你呢？你几岁？三岁而已啊。超级天后张惠妹，人气偶像徐若瑄，人气的酷龙，男生队跟女生队了啊！今天的男生哦，个子都蛮高的哈。今天的女生个子蛮高的，还可以啦，综合一下啦。这平均呢？女生分为成人组跟幼儿组。不是平均值，我们取平均值啊。差不多啦。这个我们听到这个孟广美啊，是一位国际巨星啊。国际巨星。为什么这位唱国剧？身高一百。178，您身高是？哎，我181。对，看起来身高也是178，可是看起来他比我高，怎么样？女生就这样，比较瘦长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不过两个个子差不多，不过脸孔差很大。啊，对，他比我大吗？比人家大啊！哎，不过男生也算帅哥族的啊。今天女生呢，我们讲男女呢，当然是要对抗了啊！马上进行我们更精彩单元——全能金头脑。
关就是人肉大风吹啊，大家都玩的大风吹啊，抢椅子坐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人肉大风吹呢？今天用人坐的椅子，哎呦，请人坐的椅子是帅哥啊，猛男啊！你们要下去坐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们算什么猛男呢？那个报纸副刊后面你们看到是陆战队男儿阿蒙古，阿蒙古猛男，来一起来欢迎我们猛男队，请出列。每一个都是健美先生，陆战队健儿啊！哎呦，好，收小腹！哎呦嘞，我们现在一一访问他的肌肉。好，哇塞，练多少年了？我练十二年。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肌肉都会动。你练多少年？糟糕，这个一看就知道，从肌肉会动不会动就知道了。五年磨练差就这哦，他是教练嘛？啊，练几年？十年不会动啊，动肚子干什么？从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七位呢是我们的猛男哈，请队长呢、教练呢把这个队形做好，好不好？各位看到我们七位猛男呢已经做好了，而且排自圆形的。这个圆形很简单，各位在他们前面绕，听到哨音停，大家抢椅子坐。你们不是坐椅子，看他们手通通背在后面，才规定了手不能往前哦。这种按摩椅就是气垫式的，啊，坐到这张椅子呢，算是还有电动的，这比较贵。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的，请排开好吗？在外围，要听口令了，听到这个就要抢椅子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快快快快！快自己都会想。他屁股好臭，他过来这边。我腿一定要先占领空间。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？柔安的腿已经来，丁柔安，丁柔安，你这是坐在谁呀？等一下，所以你强势人家啦。坐在谁？坐在我腿上，坐在谁？OK。小轩，女生队来了，丁柔安在后面，来吧，其他不要动，其他不要动啊，坐的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我们要访问那个感受。你对薛之谦这种做法，您个人满意吗？很痛苦哦，很痛苦。你不要那么紧张，不要那么紧张。你这样子走，我坐的也不很舒服。啊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哎呀，大师兄，恭喜啦！我是为你才吹哨子的，看他强度啊、厚度啊。王哥，你要快点，我这边那个快不行了。啊，体力有那么差吗？好，请起立。现在我们要起立一位。好，现在呢，椅子剩下六张了，剩下来宾剩七个，一定要淘汰到最后，谁是获胜，谁有5000块奖金那一队啊！预备，开始。他运气好好啊，没有人要抢，他自己跑回来了。你们两个抢半天了，人家有椅子抢半天。哎，等一下我问他啊，这位先生，请教一下，你右边舒服还是左边舒服？你是没他做评审呢？是谁先坐上来的？好像是小姐。看到没有？你这样是没良心的，因为他屁股比较大，所以他坐下来之后，我的位置就变很长。没有，我们尊重他，他是椅子，他有感觉啊。荣幸，荣幸。啊，好，那薛之谦几道题？耶！做好梦想，做好。这椅子比较有感觉，椅子说是小姐先坐。瓜哥，你也太会吹了吧！一就拍秒，哎，坐同一个。我们都没有变呢，顺序。你是故意的啊？没有，我是吹的。跟他有仇吗？没有感情了。他们两个做出感情出来，你看看。好，请起立。好，再拿开一张。女生加油！逆时针开始，你们开始。女生加油！顺时针。来，逆时针。顺时针。啊，逆时针。
个星期的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对，来，现在请拿掉一张椅子。哎，贺大哥，你来帮助女生。哦，对呀，对，贺大哥，金龙，你用你的大屁股把他们挤开。五抢三啊！五抢三，那他机会就更少了。对呀、啊。不会啊，你不会啊，你是对付男生的，尽量保留。让贺大哥帮女生的。好，来，嗯、我找位置最厉害的。来，预备，贺大哥加油！预备，开始。逆时针，伴着我顺时针。你清楚了，你清楚了。等一下，我要问大师兄，因为被坐是感觉。对，大师兄。他们是同时坐下，可是这个屁股太大。你嘛，你决定谁是先坐到的，不是坐的。公平一点哦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请说，是郭玉琴呢，还是刘雅欣？郭玉琴，郭玉琴。大师兄，喂，喂，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一边一边处理，你这边怎么回事？这边，我们回到刚才最后的镜头，最后的镜头啊。你不能硬挺他挤掉，他先坐。善报恶有恶，我屁股早就粘到了。不是不报，你已经输体了，你输体了。贺大哥没抢到。因为他大屁股一直把人家撸撸撸撸撸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要他屁股撞我的背。好，所以现在只剩下三个了，两男一女了啊。来，请起来一张椅子，三个人加油了，预备。瓜哥，你要闭上眼睛，不能看哦。开始。顺时针，顺时针。你这一定是选女生。好，教练，等一下，教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郭晴先坐，他们还有 play 的。来，请离开一位，大师兄是一个。最后一个，看贺一航先生来坐好了。大师兄，请。哪呢？哎，就是我先来试试看，他坐不够稳。来一杯，还可以吗？来，谁坐上去，谁就获得5000块那组。来一杯。玉琴加油，兔子加油，加油！预备，开始。看好点。吓我一跳、啊，这个不行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这样会影响。换你了，换你了。不，孟广美来。啊！请坐，来。要温柔一点。来，薛之谦代表我们来。我来先试试看好了。喂喂喂喂，我们找两个健美先生代表一个郭一晴，代表一个。好啊。帮我们挑一个夺标的。有没有腿坐断？完了完了。OK， 两个人抢了啊！你是代表郭玉琴的，你代表杨宗宪的。加油！来一杯，开始。女生队获胜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第一个单元呢，这个叫做人肉大风吹啊。接下来进行我们的谈谈乐。接下来进行我们的谈谈乐啊，各位在上个礼拜看到我们呢是一对一啊，看选择让女生来先选，她有袋子有两种颜色，一个是蓝色的，一个是红色的，到底哪一条会弹到脸不知道，但是选择错误的人呢？就自己这一队呢就要扣分了，看到最后谁获胜，获得5000块的奖金。来，孟广美跟陈志成。
孟小姐先选，先挑颜色，哪个颜色？蓝色，来，请咬住。blue。啊，好可怕！这不看到我，这样好痛哦。不会了，不会痛了，我们上礼拜都试过了。咬住，咬住，咬住，咬住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会紧张吗？来啊！不会，不会。他给你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旁边看着都很紧张了，瓜哥。对啊，来，真的真的，一二三就来了，一，咬住咬住咬住，一，二，三。你看过会跳绳的兔子和会学胡瓜走路的松鼠吗？兔子。六七八九十。哦耶！厉害厉害！给你拜，给你拜，给你拜。瓜哥走路这么难看，两个一起走一下。包大人也有温柔的一面哦。开封有个好青年，也不死也忠贞。谢谢，我没有看过男人唱歌这个样子，娘娘腔一样。咬住咬住咬住，一、二、三。是你，你自己先选的哈，孟光美。随便，我不会的。来，我们给孟光美鼓励一下。第二组是丁柔安的杨宗宪。一二三，这这这，好，那没有，一二三，这这这，是苏艾伦，你不用这个替人家紧张，待会是轮到你的，第一杯矮就弹不到，矮弹的更痛，来，听完选择一个颜色，蓝色，蓝色，可以再考虑一下，没关系，你在哦什么？搞不好是你啊，红色，对啊，至少蓝色，蓝色比较短了，打得比较痛，红色，决定了啊 ，OK， 金柔安真的不痛，但是刺刺的。你疯了！你在干？不痛不痛。看到人家手，有没有心理准备了？你准备好一、二、哎，后面后面后面啊！不是你剪啊，这里剪两条都中。丁荣还不知道，看我在剪，他紧张，就不能剪这里，这里两条都中了。来，摇住摇住，挑哎，一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你们帮帮忙好不好？还没剪呢。他很神经病。拜托哎哈，一杯，一杯，你看那个脚怎么站那么难看呢？一，二，哦，你要脚干嘛？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。脚在干嘛？预备。头抬起来哦。那个，你很紧张吗？你脚为什么一直动？你想尿尿吗？拜托。一、二。哎，还没有剪，人家就淤血了啦。三。也恭喜啊，这一对是女生，那已经平手了。最后组的薛之谞、郭玉琴，来，郭玉琴选择一个颜色，红的，红的，红的，来来啊，红的。薛之谞，你起来 K 笑啊，你压到。那是疯狗哎，打电话给流浪狗之家。郭玉琴看着前面呢、哦。薛之谞，你干什么？我都很惊了，好丑的表情，现在脸都变形了。下吸下紧，三，那个要看前面啊。好了，很紧张哎。来一遍，一、二、
三。是，我也把它剪掉。这学不痛了。我干脆从这里也把它剪掉。你们都平手啊？啊，所以奖金我们制作单位保留起来。不行不行。这样子啦，瓜哥，你们两个各代表我们一队。没有。好啦，这样我请同学上来，同学自己选嘛。来，你们选一位。对，同学。来，你们这边选一位。请出列。你们的同学选。一位。我们的能人加商代表的是女生队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学校是太北是代表的男生队。男生队，来，请女生选择，男人。女生队先选蓝色，还选蓝色。蓝色，蓝色的好，到底谁选择对呢？咖啡色是我们的男生队，女生队。好，加油！太北的是代表的男生。加油！一，加油！二，加油！你们功课好不好？你要先问他心脏好不好，不用功课。OK， 好，哎，我会 CPR， 没关系啊。一、二、三。OK， 没有关系。现在是我们男生队获胜的，男生队那位同学有1000块，其他男生队员有4000块。接下来进行我们的吹牛大作战。吹牛大作战，我们男生队派2位呢，在加入这个动物当中，一位是陈志诚，一位是薛志正。但是我们题目要找出薛志正，所以呢，我们让女生队刚刚在后面嘛，我们现在请女生队出列来猜猜看。来，女生队请出列。你们现在站在这边地方，也不能够到台下来看他们啊。这我来管制好了。哎，我会考他几个动作，你们来猜。啊，第一个呢是跳绳，来，小白兔往前。哦耶，小薛 ，come on， 小薛加油，小薛加油。我要找出薛志正呢，哈，是谁？哎，压下来，不然过不去。来，控制一下薛志正的行为哦。跳个10下就好了，哈，预备，起。一，哎呦，不错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耶，厉害，给你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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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后面那个面有蓝色哈，那个熊熊，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这熊蛮笨的，哎呦，还有倒了，露馅了，露馅了，大家都知道是谁了。来，公牛队的啊，公牛队的，来十下，来呗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强哦，9，头太大，小薛，你是我的偶像，小薛你太厉害了。好，可以。怎么每一个都小薛啊？小薛，耶，给你拜。好，小薛，到底是不是薛之正呢？哪一个是薛之正？不知道。来，那个笨驴子来了啊。哎哎，有点真的很笨。开始，小薛加油。哦，小薛你很笨呢 ，you。这么笨的应该没错是小薛了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怎么有那么笨的嘛？6，还会生气哦，耍脾气。耍脾气？对啊。8、9，好。这是我们的松鼠，松鼠。7、1、2。再看小白兔是最好的啊！受不了！7、1、2、3、4，头小心，头小心！你不要跳了，你不要跳了，不要跳了，头快跑出来！小薛变得跳了好不好？乖哈，小薛。这个是第一关呢，让各位看看到底谁是真的是薛之正呢？
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他们呢。好，那小白兔，啊，小白兔跟他打招呼。嗨。蹲下。蹲下。跳跳。好，这是小白兔。哎，熊熊，熊熊出列。来，你们可以教他做动作来。翘屁股。翘屁股。挺胸。翘屁股啊，屁股要翘出来吗？缩小腹。他都不敢玩。不要再勉强陈志成了。你小腹怎么说？一字马，一字马，一字马，劈腿，劈腿马，劈腿。哎呦，你在弄什么？等一下，他在干嘛？你在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孕妇变疝气了？来，一字马。哎呦。OK， 好，请入列。等一下，你们女生啊，这样太吵，一个一个两场动作，来，公牛，公牛。白哥，你认为最满意的 pose？ 嗯。郭玉琴，郭玉琴，去跟那个兔子拥抱一下。好，来丁伦，跳一个霹雳舞，跳个霹雳舞。哦，这样爆了！天哪，小轩你是我的偶像，小轩太棒了。小驴，笨驴，笨驴，来。丁伦，怎么张开？摆出你上厕所的姿势，跟现在差不多吗？看过吗？敢不敢弄啊？小薛就敢啊！哎，啊，我想到我要问一个，学火鸡走路，火鸡，学火鸡，学火鸡走路。哎，还蛮像的哦。啊，是不是薛之谦的？来，请入列。松鼠，凤凰美。学瓜哥走路，瓜哥走路这么难看，两个一起走一下外的，来外的，跳一段舞，好灵活，哎，哎呦，陈志成好灵活，陈志成 ，OK 好。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不能再问了。五位通通不要惹动作了，哪一位？不能再问了哈。是薛之谦。我觉得这个第二个，这个有毛的，这个有可能。驴啊，有毛的马。驴啊，笨驴啊，笨驴啊，驴子啊。对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叫他学那鸵鸟走路啊，他还要迟疑一下。火鸡吧，这叫声东击西。火鸡为什么变鸵鸟？对啊，火鸡。可是我觉得是，我觉得那个是牛哎，我就公牛也。对，因为他刚刚跟他那个。要不先回家开个会再来好不好？到底哪一位？好了，我们尊重艾伦的意见。有特别近。驴子，到底是不是？是不是呢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心！白痴啊！真的，我看你不顺眼很久了。OK， 好，没关系。就演得太白痴，被对，被人猜到了。这个女子我们猜不到的呢，她能猜到，那女生能猜。好，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个没有猜中的话，钱也拿不走的啊。陈志成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刚才哦，他们两个还没有录影之前哦，就两个在那边练那个跳那个舞，你知道吗？练两个要动作一样，我觉得二号跟四号动作。哪一位是陈志成？熊，我觉得熊，我觉得二，对吧？是熊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在那边哦，他明明肚子很大，他自己还是拉那个衣服，想要让有腰伸出来，真的就这么爱漂亮。哇，就是很注重身材呀，说的也对，确定了哈，到底是陈志成拉腰伸的那个。孟广美是最了解，因为我跟他室友了几年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太丢脸了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个印象中，一个人破产，因为他爱漂亮啦，爱面子啊，完全被抓出来。好厉害！好厉害啊！不，你们有5000块奖金啊，两个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大家表演成这样还能猜中，那不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哎，我们谢谢其他辛苦的工作人员了啊，我们还有更精彩单元 ，1、2、3、4。谢谢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
不睬。沉默男孩的悲哀，说出来有谁明白？手中捧的人不来，红红我懂乐开怀。我会的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右看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不要叫我瓜哥，以我们现在的感情，你就直接叫我瓜瓜就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？瓜瓜。虽然我的老婆叫秀秀，但是她以前不叫秀秀，我是因为你，我才叫她改名字叫秀秀。真的吗？今天真是风和日丽呀，没想到你会单独跟我出来郊游，你看满山开满了向日葵。对呀、啊，好美哦，上面还有一个娃娃呢。是哦，那向日葵还会动，谢谢。你盈盈的秀发，常散发出如青草般的香味，柔软如黑丝绒。你的眼膜负载着千万瓦的电力，真的吗？是核能发电厂。跟你眼波交流，让我心智不定的，早就已经是昏迷不醒。你说的我好心跳哦。是啊。今天来到这个山上，只有你我两个人。嗯啊，我们以大地为床，苍穹为幕。今天，哎呀，这边有桌子，我刚好也带来一些配备。来，你坐好。什么？好，我先坐。难得有机会出来野餐。哇，我最喜欢红色的格子了。啊，你看，我还准备了两咖啡杯。我最喜欢白色的咖啡杯了。这是一朵玫瑰。谢谢。还有这个奖，你看，晶莹剔透，最受欢迎女歌星。谢谢。你看，你所有奖我都把你保存得好好的。真的，好感动哦。我对你的爱慕，如滔滔江水，绵绵不绝。今天其实我有个心愿，不晓得能不能完成。什么什么？我这一生当中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心愿，就是您跟我出来郊游，野餐、打打勾、来打猎、来钓钓鱼哈。但是，我心中一个请求，不晓得您能帮我完成。什么呢？你说说看。当然，我不可能做出那种卑鄙、肮脏、无耻、下流、龌龊的事情。心中想，如果你答应，我也可以。但是我希望，你能为我唱一首歌。您新歌叫什么歌？美梦成真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如果你肯唱，那真的是让我美梦成真。我故意选择这首歌准备给你的。那太好了，美梦成真，那你就赶快唱一下。好，来鼓励一下。我能感觉，我想着一路奔驰思念的深夜，在你心安处隐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狩猎。我能感觉，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用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为你能如此纯洁，你又
谢谢。好听吗？谢谢你为我完成这个心愿。谢谢。那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我要让你惊喜。什么东西？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好。我没有别的给你，我只能给你赞助。来，一起来，许茹芸，许茹芸，许茹芸，看到没有？太高兴了，我连登山下海都拿着你的旗子。谢谢。那我们继续喝咖啡吧。青山团嘞，哎喽，有咱们其他都告一下哈，来，青山团嘞，好来，哎，叫过来，叫过来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若英啊，今天带到这种地方来，我们刚一唱歌呢，这是禽兽合影，是禽兽合影。嗯，你最喜欢到郊外玩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，来，你看是四下无人，哎，我不是人哟，现在四下无人。把贝你冲了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想干什么？不晓得你喜欢这种颜色的东西吗？我最喜欢黑色的格子的餐巾布了。阿星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没有想要换桌巾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哎哎，这是温馨的家，你在创啥？这有啥名是吧？啊？你安那七千五六点几是吧？请你拿开你的剑手。一行苦练钢琴，只为了刘若英的一句话：很爱很爱你。真的吗？当金门王李炳辉缩水的时候，很爆笑，也很伤脑筋哦。真的听到音乐会吗？我们音乐来一下，音乐来一下，刘若。好专业，还要动的时候还要动，还会动吗？哎呦，刚刚的音乐谁弹的？哇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并不会加高音。哇，那你表演给大家听一下好吗？看看有没有声音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喜欢这种颜色的东西吗？我最喜欢黑色的格子的餐巾布了。好阿心哦！干什么干什么？我没有想要换桌巾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哎哎，这是温馨的家，你在创啥？这有啥名是吧？啊？你安那七千五六点几是吧？请你拿开你的剑手。谢谢，我们不要跟这种没水准的人在一起。坐下来，倒霉，今天情绪不好。喂喂喂喂，过来过来，走。哼，其实啊，我们要做有风度的人。好。其实秀秀，我了解你。嗯。你是处女座的。对啊。你有洁癖。你跟我一样，我双子座，我也很有洁癖。我是要求你，没有想到，我在节目当中选错了搭档，这个搭档玷污了我一生。我告诉你，若英来，我们在前面讲。算命的说我今年犯天狗犯小人，要点光明灯，要不然的话难逃恶煞。果然不错，我碰到的小人有多小，知道吗？你看那腿有多小。你今天想给我唱什么歌？很爱很爱你。真的吗？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一下就跪下来了。可是为爱而跪是应该的。
好了，我们就勉强听听他的歌到底。好。刘若英。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可以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。秀秀啊，今天呢本来好好要专访你一个人的，没想到有出来一个人搅局。你今天拿出你的本事好好表现出来，让他知难而退。你表演完他就走了，我们就好好访问你。哎呦，我说若英啊，本来跟我搭档胡瓜说他妈妈要结婚要回家的，我没想到他还跑这边干嘛的。哎呦，你今天会出现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你家不是失火吗？嗯，干嘛扑灭了怎么样？你先不要，你不要逞强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我是国光艺校。我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加州大学。哎呦，命真苦，我们跑到加州念大学，你看到没有？加州什么稀奇 ？California， 我还念过 California 的了。哪里啊？芦洲大学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在 California 呢。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是潮州啊。潮州就潮州。不行的，念芦洲 California， 我潮州不能 California。不要，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们让他先唱歌。你讲啊，想讲啊，唱啊。我们呢用乐器赢过他。好啊。你会弹钢琴？对啊。没关系，我刚刚叫工人运上来，运到山上来有一部钢琴，你来弹一弹看。那你要不要唱呢？我有这个荣幸吗？好啊。你弹，我用云式唱法。好。好吧，让他们吓死。好，走，快点，我们去准备。哎，我听话买哈。如果我们唱得好，你们自动离席哈。琴弹得真好，你随便弹是啥，我就随便唱了。这个音乐这么柔和，应该唱个抒情歌曲。来，我们一起，一二三，好。开封有个好晴天，夜幕无丝烟中间。江湖豪杰来相助，官朝和马汉在身边。哇，弹得太好，弹得太好！哎，谢谢。我没有看过男人唱歌是这个样子的，娘娘腔一样。开封有个卡森，什么玩意儿嘛！请不要侮辱我的偶像，好不好？你刚刚弹，你刚弹那个钢琴啊，怎么可能唱出那种歌出来呢？那你会什么？哎，不要貌合神离的，你看看。不要光说别人，拿出东西来啊！东西是吧？啊，拿出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想看什么？能拿出本事来。开玩笑，你们只会弹钢琴，我们会弹 piano 钢琴更绝。哎，黑龙马赶快嘞，都一样。我们吴若英呢，她平常她不会讲台语的，可是为了这部戏呢，还特别学了台语，是吧？台湾国语。台湾国语啊。黑龙。哎呦，好可爱哦。那今天是不是来一首歌，或是来一段什么东西，用台湾国语我们把它秀一下？真的哈。哎呦。哎呦，好厉害呢！因为我那个
那个角色哈，是从那个南部给他到台北来，给他到台北，嘿，给他给人家洗头发啦。洗头哦，你是里面有表演这个吗？没有，给人家洗头妹啦。给人家洗头，叫洗头妹。给人家洗头是要给人家洗呢，还是帮人家洗？是啊，你是帮人家洗还是被人家洗的？帮人家洗。哦，把人家洗头啦。对，把人家，把人家洗头啊。所以那我就用那个台湾国语唱《很爱很爱你》。这个歌用台湾国语唱会不会破坏它原来的曲调呢？嗯，没关系，因为不然这样他又把我赶回家，就不能留在这里。哎呦，什么叫赶回家？讲这么酸呢、啊？应该自动退席。首歌啊，花季未了，很爱很爱你，用花季未了里面角色唱嘛，对，对啊，对，来来，唱好啊，刘若英，刘若英，你可以站在这边陪我吗？好的。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。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阿你阿伟。这世间乘坐你不太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族酿成果树。啊，安尼去表演呐、啊！啊，我请文英来都会使啊！哎呦，对对，用台湾国语就可以的啦。怎么样呢？可是他那个其实真的演得蛮好的，我有去看他那个花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可以长他人自己灭自己威风啊？这种唱法谁不会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被他们给那个。嗯，哎，不要怕，过来我这边。哎，那两个能不能联手为他表演什么一样？这个稀奇的。好啊，好啊。其实我们两个本来就都会一个乐器，是钢琴。哎，然后那你们两个联手弹一下，四手联。好。是四手连弹啊，相当不错。但是我们主持人如果不会弹钢琴，也很难当主持人。两位请起立。短片啊 ，Yes， 你要先来还是我来呢？哎，因为我们俩不可能四手连弹，屁股太长了，坐不下。你先来好了，好吧？我会不会先来之后你很难看？我是有底子的，哎 ，Thank you， 那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屁股太大也糟糕。
Thank you。好棒哦！各位看到这是初学者，这个还叫初学者？先让你看一看什么叫专家。你看，挑一首歌好吧？这里面都会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翻一首歌来。台语曲目。随便，英文、台语、客家歌都有。你就随便弹一首。我有一定要挑出来的。这个男性一生哭三拜。查甫一生一世哭，一生哭三拜。我那个屁股大到比椅子还大。调个音。Give me do, do, do. 这个都不是说的，我们说。好，来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要介绍我们所有的家长的亲属团啊，亲友了，亲属比较难听，亲友又辣妹的亲乡团，可爱的小妹妹今天也来了，你好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今天怎么会来呢？你男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吗？对呀。你今天怎么会来？来看我，来探班吗？来看叔叔。你今有没有念书？来，你到前面来哈。好像洋娃娃，漂亮，好可爱啊，真的好像洋娃娃一样。上次来节目啊，观众回响很大哎哈！你今天怎么会来呢？看男朋友还是看胡瓜叔叔？看男朋友。啊！真的卖我们滚！男朋友今天有来吗？是哪一位？在哪里？待会再来，我们看看是哪一位，待会再介绍上来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回去坐，要给他掌声啊哈！好可爱哦。哎呀，今天有男朋友来到现场了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很精彩的，我们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吴玉书。就是不动天王，动都不动，不动冥王，是是是，哎呦，你这个点的歌词，这是您点上去的？不是，种上去的，本来就是有的吗？不是，不小心画的。这个字有好是坏，等一下，造型师上造型师哦，这个造型师我们要注意一下，这上面啊的富贵啊，那这个是俏皮好吃，俏皮，是不是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啊，你是女生，女生啊，你是女生哈，确定哈，我是女生，女生要缩小腹哈，什么？你现在不是年纪轻轻丹田，那长大要做什么？长大要打
三颗星。好，颗星要先减肥哈。还在发育嘛？第一要减肥，第二门牙要补起来哈。娃娃肚。是是，哇，今天穿得很露哈。很性感嘞。很性感的，爸爸妈妈。我们提供，我们提供衣服太小了。来，向后穿。我看一下。好性感。哇。哎呦。哎呀。很黏住，卡成假条啊！你会不会衣服穿反了？会不会？啊？你本来就这样穿，是这样子吗？哎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巧克力。难怪，难怪，难怪长得像巧克力。哎，那今天模仿谁呢？张惠妹的《一想到你》啊。哦耶！好，来，张惠妹《一想到你》。
的水哦。哎呀，刚刚访问他呢，不发现他很美，现在看完他的表演，终于发现他的魅力在哪里。可以呀，我很想看到这个身材那么样圆圆的，那么会扭，太会扭，眼睛的那个神韵啊。这个是啊，这个万圣节来的这个能逃过一劫的火鸡啊。我们从后面看，真的好像阿妹，这缩小的阿妹真的正面比阿妹漂亮，开什么玩笑？刚才修斯正跟我讲说，奇怪人啊，这屁股长得翘都很会扭。哎呦，对啊，你看瓜哥跟赫哥两个屁股多翘，对，你看瓜哥赫哥是我们哪扭得过他？三个人一起扭啊，三个人一起扭，预备起，对啊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但他头动得很厉害，他头真的。头表演一下，你小时候头是有撞过还怎么样呢？喂，不要骂鬼了哈！来试试看，头动一下，来，对，开始。哎呦，好厉害哟！哎呦，哎呀，我也是。而且他只要音乐一起，他那个自信就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律动感，眼睛都靠近他，他那个整个脸就哇，这个巨星。这个跟小时候胎教有关系的。哦，真的胎教怎么？妈妈怀孕的时候，妈妈动得厉害啊！而且那个头一动啊，看来人家忍不住想把他头拿下来玩一玩，好可以分离的那种感觉，够了，厉害。这个金秋班的这个版，我刚问妈妈说，她上学的时候就在练了。妈妈，我上课。拜托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好厉害啊！谢谢吴玉书小妹妹，鼓励鼓励。好，节目是越来越精彩了，接下来介绍王振林跟施逸峰。这两位一看这个穿着就知道，一定是模仿 MIB。MIB 是老的，年轻一代最佳搭档两个是来自韩国的。你叫做什么？酷龙。酷龙要模仿酷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王振林。王振林啊，你的偶像是谁？我的偶像是任贤齐。任贤齐啊，会唱他的歌吗？我左看右看，对啊，你会唱他什么歌？对面的女孩看过吧？啊，跟刚刚那首歌不一样哈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刚刚是哪一个？她是女的，你是女的哈。那这位是男的吗？男的。女的。你也叫女？两个都是女的。你也叫女的啊？不好意思，刚才摸到你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施逸峰啊，哎呀，我以为是施逸哈。哎，你偶像是？张惠妹。张惠妹啊，你们俩喜欢的偶像都不一样啊。长大做什么？当老师。当老师，什么样的老师？生命线的。幼稚园老师。幼稚园。不是生命线老师。生命线。最喜欢吃什么？水果。水果。好，待会两位先表演酷龙，完之后要即兴的舞蹈，随便考他们啊。今天模仿酷龙的 bing bing bing。As we prove my soldiers clone,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. Yo, kid, check it out, yo. As we prove my soldiers clone,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.
非常的好。两位跟小两只小蟑螂一样跑来跑去。跳了一整首歌哎。刚刚那几个动作呢？哦，那 King Kid 给定位踩。一开始的样子很像。踩蟑螂。喂喂喂，小马哥。而且他们会跳的还不只是舞蹈，任何舞蹈你考他都会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即兴的舞蹈。即兴的会吗？那我们马上来个音乐 ，music。你随便来，随便来。Go， 来 ，Here we go，Here we go，Here we go，Baby。Here we go，Here we go，Here we go now。Here we go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Yo yo yo yo。哎呦，这好厉害！两个跳完马上回到一样立正的姿势，是，默契。女生比较好劈了啊，那么厉害啊！很不是胸腔，很不是腹腔，厉害！你信不信？你说什么？你信不信韩国和尚啊？你说什么？是讲韩文啊？哦，很不是胸腔，很不是腹腔，很厉害。横膈膜以上是胸腔，横膈膜以下是腹腔。哇嘞！好的，哎，好，这两个小朋友很可爱，掌声再鼓励一下，谢谢。酷的哦，来，请到那边去。啊，现在还没找到那可爱小妹妹的男朋友到底是哪一位的啊？因为这两位都是女生嘛。嗯，接下来介绍三号的表演者，来一起来欢迎洪宇文。耶！哇！异口同声，好可爱，阅兵大典。你这个动手动脚，长大不能当兵啊。不用当兵啊！哎呦，还一碗紫菜汤一样，你看，哎呦，红小妹妹一看就知道要模仿这个红牛魔王哈。我哪地大地？好像。红小妹妹今年几岁？十岁呀！哎呦，您的偶像是李玟。李玟啊，还有呢？外国歌手？玛丽亚·凯莉。玛丽亚·凯莉。哦，那你们唱玛丽亚·凯莉的歌呢？他唱玛丽亚斗笠的歌。玛丽亚，长大要当舞蹈老师。舞蹈老师，那你舞蹈应该舞蹈，那你舞蹈应该跳得不错啊。还好啦。跟谁学的？舞蹈老师啊。哦，跟舞蹈老师学的。当我没问啊。土风舞还是？老师教你跳什么舞？土风舞吗？爵士舞。爵士舞。爵士舞不简单。爵士舞不好跳的。敢在瓜哥面前讲爵士舞，你看。跳这个爵士舞，跟白痴一样，还不讲究。爵士舞是这样啊。你何必要说苦？何必要说苦？要唱完歌才能唱完歌。小姐的表情一定要，刚刚一定要这个脸，一定要这样吗？脸要这样。爵士舞，爵士舞表示没有表情。那今天要唱李玟的歌了，哪一首歌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好来，滴答滴，李玟，好来，鼓励鼓励，洪宇文，滴答滴。
非常的标准跟整齐啊，而且好像看到李玟翻版一样，对，好长得好像哦，缩水缩水的李玟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今天谁陪你来？妈妈和阿姨。妈妈妈妈阿姨，妈妈你好，你好，妈妈你好，阿姨，妈妈长得年轻又漂亮，你好。阿姨，你啊，你是阿姨哈，哎呀，哎呀，妈妈长得年轻又漂亮啊，你好。再讲一遍。阿姨也不错，阿姨也不错，阿姨很漂亮啊。我刚刚讲阿姨漂亮啊，没错。哎呀，阿姨结婚没有？还没有是吧？阿姨有没有男朋友？千万不能透露这种消息给贺一航，等于是东西，等于是自己找死路一条。哎，你女儿很漂亮，几个小孩？一个。一个。一个，哇，那真是宝贝女儿。真是的，这么年纪轻轻跳这种舞，你会反对？不会啊。觉得很健康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参加我们节目是很健康的啊。哎，其实阿姨也可以来参加嘛。你不要把人家写来小的，对阿姨很有兴趣。这种所以说嘛，不要透露这种消息，等于把自己陷入危机啊。瓜哥，我现在发现了，不会做这个动作的不用当歌星了。哎呦，好像每个都会啊，每个都会。他要现场唱李玟的歌了。哦，对啊。李玟的歌你要唱哪一首？你是我的 Superman。Thank you。哦，讲你。哦，你要报歌名了。歌名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误会啊。You are my Superman。来。有麦克风吗？有麦克风就不会跳了是吧？那我帮你拿着好了。也太多汁了吧？你们多汁了怎么塞啊？修贼机。最厉害是喝大哥，还跟着转，喝大哥比较厉害，跟麦克风也跟着跳，音控是音控是，完全破坏整个画面，就是旁边一只海豚在里面跳摆，长得好看，笑笑好可爱，有没有人要跟你签约？哎，这个他的歌声还会，
约不给乱签，哎，要经过妈妈同意，真的，钞票交给妈妈，合约你来签，没关系啊。相当不错的一位，柯大哥想跟阿姨签约，对不对？哪里啊？谢谢这个小妹妹洪宇文，每个小朋友都这么活泼。接下来第四号的表演者是两位啊，男朋友来了吗？男朋友来了吗？不晓得是不是，到现在还没看到男生。一起来欢迎这两兄弟了哈，一个蔡生蔡淳。不要乱摸，两个小朋友上次是模仿那个柳龙告胆醉嘛哈，哎，蔡生是你，你叫蔡生吗？不是，你叫蔡淳，那你叫什么？蔡头？蔡生。啊，那先喊幼了啊，蔡淳，蔡淳。蔡生。蔡生。蔡生。蔡淳。厉害了，聪明哦。蔡淳喜欢的偶像是，刚那个女孩看过了。什么？赶过来？对，那个女孩看过来了。哦，那是前前期嘛，对不对？长大做什么？做医生。做医生啊？要医谁？要医阿姨。要医阿姨啊？阿姨在哪里？阿姨那位阿姨。阿姨身体不好啊。穿蓝色衣服那个阿姨，对不对？喜欢吃，她喜欢吃青菜跟那个什么什么蛋。哎，怎么把眼镜拔下来？眼镜。蛋啊，那蔡生，蔡生，你不要把眼镜拿下来呢，看不到路了。好，看不到路了，你在干嘛？突然又看得到。你有眼镜，我待会表演要戴眼镜，知道吗？啊，好可爱。你几岁？65岁。啊，65、30。五岁。那你呢？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三岁而已啊。那怎么差不多身高啊？哦，对呀。你们是兄弟吗？他是你哥哥。哦，他是你弟弟？不是。啊！哎，你改变了，你把你搞掉了。他是你哥哥吗？是。你他是你弟弟吗？是。哦，对，恢复正常了。你是他弟弟吗？是。哦，那你长大做什么？博士。做博士啊，一个做医生，一个做博士，鬼给后呀了。哎，好厉害哦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他的男朋友？对对对，哪一个？是你女朋友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像那个小妹妹是你女朋友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她漂不漂亮？她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？你想不想追她？想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要给她追。你家搞过天后哎。妹妹的脸色变了。很难看，小妹妹脸色很难看，要注意的。我们带，不要哭。可她累了。她没有在哭啦。没关系，我们表演一套给她看。我们装那个李炳辉的脸给她看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好可爱。妹妹笑了，她可不可爱？不可爱。啊？不可爱。那么直接。为什么？可是人家很喜欢你。等一下，她心碎了。而且她就为了你装鬼脸呢，你看她一二三。因为你变脸了。我跟你讲，她只要听到音乐噔噔噔噔，她马上脸就变了。哎，对嘛，没关系，慢慢看她表演哈，哎。大家这个交个朋友啊！上次是模仿那个柳龙告胆醉，今天要模仿什么歌？蟠桃追鸡。蟠桃追鸡啊！追鸡怎么叫？哎！他们俩模仿呢，金门王跟李炳辉的蟠桃追鸡。蔡淳、蔡生，金门王加李炳辉。蔡生，金门王加李炳辉。追鸡啊，高高喊，好一声。
真好啊！你这样子弄会不会很累啊？不会，不会。会啊！你在家会不会这样子？会。家会这样子啊？什么时候会这样子？唱歌才这样。听音乐，音乐才会，对不对？真的听到音乐会吗？我们音乐来一下。来，音乐来一下。但刘荣。好帅呀！还会动吗？哎呦，听到这个音乐就会，那别的音乐会不会呢？像张惠妹的啊，啊不会，啊有分哦，专业哦，很有个性，不是听到音乐就这样了，那到庙里听到念经也这样，哥哥也会啊，哥哥会吗？来试试看，有没有比吉他来，预备，预备来。不吉利啊，不吉利啊，不吉利，不吉利，不吉利。刚刚的音乐谁弹的？我。哇，好厉害，并不会加高音啊！那你表演给大家听一下，好吧？看看有没有声音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啊，鼓励鼓励！哎，好厉害哦！那你吉他要表演一下啦，吉他，好不好？比吉他来 solo 一下，看一下。来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哎，你不太配合我们了哈，嗯，谢谢两位，来，我们用音乐走过去哈，来音乐，来，来摇摇。两个真的很可爱哈，那接下来介绍是我们五号的表演者于佩琪。很倔强啊！哦，这鞋乱。哎呦，这是贴上去还画的？用的。用的。用的。什么叫用的？像用的。不是贴，也不是画，是用的。有画有贴，怎么会叫用呢？是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他讲台语。怎么用？用威威起来是吧？是下面人用诶。像用诶。像个用诶。人家用的。人家用的。人家是谁呢？人家是谁？阿姨用的。用的、啊、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人家肚子怎么给人家用呢？是你喜不喜欢人家这个？喜欢。喜欢啊！你今天模仿谁？徐若瑄。徐若瑄啊，她是你偶像吗？对。漂不漂吗？漂亮。漂亮啊！你漂不漂亮？哎，又不好意思，你也很漂亮啊。其实她徐李炳辉蛮像的啊，你可以什么笑起来样子。喂，那你要表演的是徐若瑄的斗志啊。对。你长大要做什么？当老师啊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冰淇淋。哦，吃冰淇淋要注意什么？很冰。冰。吃冰淇淋要注意很冰啊、哦！太好了，这个我们不晓得怎么跟下一代沟通。注意要刷牙。哎，吃冰淇淋吃完要刷牙，知道吗？要刷牙。刷牙。吃冰淇淋哈，长大当老师。没男朋友？没。不要驼背。没有驼背。没。今天也没男生，剩下那两个你也不会喜欢。哎、来，今天模仿斗志徐若瑄来，鼓励鼓励。于佩琪小妹妹。
等一下，来道具拿下来。你们身材这样怎么能当舞群呢？要配合人家嘛，那个叫什么黑色饼干？黑色饼干。对，刘尔金，哎，来把它戴上。他戴得下吗？那个还比较像一点，对不对？一样穿黑色的嘛，全部都套不下，头太大了。哪像黑色棉，黑色春卷一样。哦，还没完全装好，后面。刘尔金模仿黑色饼干。好像哦，好像哦。沙雷拉，沙雷拉。哎，头太大了。旁边还差一个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贺一航，很像那个。哎，像，好像南哥。好像，好像。再画个鬓角就像了。那小妹妹刚刚跳得很像她 MT 里面的动画的小娃娃哈，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相机真是很可爱。她还像红丝绒卡通，对，够了没有？哎呦，太侮辱了，真是真的太像了，脸都变形了。我像不像？她像不像那个？太不晓得，太像不像？可爱。哎，等一下，那她点头了，啊，她点头了。哎，喂，你们玩开啊！照反后面照我，小弟弟，你玩起来了。阿辉啊，来坐好，乖哈。来，所有小朋友到前面来，集合集合，集合。哦，你两个安尼，拢看无着的话，你才皮啊。切过来电话，你讲。喂，这个老妹妹麻烦往后站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老妹妹。二号，艾伦在那边也好像来参赛的，你再过去，你不要走。好，请先站好，站好。今天大家表演都很精彩了啊，那我们一一访问一下。来，您觉得谁表演的最好？表演最好，我。你谁表演的最好？我。谁表演的最烂？谁表演的最好？我。哎。谁表演的最烂？我。没有人表演最烂，你学聪明了啊！来，谁表演的最好？大家各有特色。哎。谁表演的最好？李文，哦，你们俩真客气。你再重复他一遍，他会讲他了。哎，谁表演最好？他。哎，礼尚往来嘛哈。谁表演最烂？啊？哎。他表演最烂。好开心哦。你问他谁表演最烂？你问他。谁表演的最烂？小孩反应好直接啊。这个样子。斗争派。都好直接，有点制造仇恨了。好的。谁表演最好？你啊，我问小妹妹比较公平哈。谁表演的最好？里面谁最好？男朋友今天没来嘛？你骗我？有没有？有。在哪里？你男朋友在哪里？谁？是不是？你男朋友没来，你还想你男朋友想到摄影棚来？好，小妹妹谁表演的最好？第几个？是这一组吗？田若瑄。田若瑄啊。跟他很像哈，小妹妹很会避风头，其他都不点了啊。来，那个李炳辉，李炳辉来带队哈，带队，脊柱舞哈。那个脸要脸呢，脸，你的脸，表情出来。来，音乐跳跳一遍啊，来预备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喂。哇。啊，你莫是变哪结束啦？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